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科技消息，就是关于手机的事情。之前我们说了华为 Pro60 它有卫星通话的功能，昨天又看到一条新的消息，它说比 5G 还要快10倍，华为把 5.5G 带入现实，将发布6大重磅新产品。根据科技快报9月28日消息，华为将在10月发布多款 5.5G 重磅新产品，把 5.5G 带入现实。从预热的海报来看，这次新产品包括6大类，其中包括 T 底力、F 底力、毫米波、DAS 天线、微波 Magic Wire 均为适配 5.5G 的基站网络产品。这些产品将在华为第14届全球移动宽带论坛上发表，该论坛将于10月10号到11号在迪拜召开。据了解，华为第14届全球移动宽带论坛将以 5GA 带入现实为主题，携手产业合作伙伴 GSMA、 GTI 等，邀请全球移动网络运营商、垂直行业的领导以及生态合作伙伴聚集一堂，共创产业繁荣生态，共谋 5G 商业化的成功之道，共同加速 5GA 迈向商用。据悉 5GA 也就是 5.5G 是 5G 下一个发展阶段，目前华为正在大力推进 5.5G 的现实和商用，将于明年发布端到端的 5.5G 商用产品。华为为 5.5G 提供相当于原来的 5G 10倍的速度，同时在时延定位可靠性方面也有了10倍的提升，还能实现毫秒级时延和低成本千亿物联。